如果您讲系细菌子直接自古之类了，而你嘅算法就关系动性，靠每个嘅工业发展，它那系推翻工业动冲绕改这部分。苗栗中南两片，这个动就苗改靠每个工业师傅容易困，第二下动这个创造是帮助靠每个嘅地方，落去贵生意所好多嘅经验记录下来，也希望所有嘅靠每个工业独特的地，第二是帮助嘅地方动住起美多。两种的变法实际上跟名称叫做三角孔，因为地图上有三角三角，实际上它整个主体就变成一个六角形，三角形要凹起来，我凹起来继续这样变下去，它就会变一个器物。上路通走斩得技法，工艺使用力可能靠美丽对变化度深度强强，要对强强度方来变化。我就看到那些美在眼前的地图上有发两面穷用油，但是俩油色的地方吼，给我比十五个地度，因为俩两种的作为方式冇穷用。用力坤斩得烤麦的技法，做成一张张长长的土，穷用系圆圆的土，一个向地度扎，另外一个向萝卜扎，就以为冇穷用感觉。俩这个变法，做为俩蛋白俩，啊俩这。你按你切切，你大王的切切的做了咋？青菜拿出一只烤好炉的，利用两种木腔技法来烤，本技唔会按木变化，还可表现出烤麦的丰富内容。六十二岁杨立坤，本单系化学工程师，七十八岁今年应征公司派去研究，用了套塑胶燃料地图加技术，寄托竹山看到烤麦的工艺之美，就想来学。你没有你的答案，给他变听一个罗师傅。学个传统的个主编，啊，加学有得位新德国的，我做这个盘算，以后我推的我做以主编作为我后辈我人生爱发展的东西。为了人生愿望做到实现，杨立坤五十五岁提前退休，今年为烤麦的基础很样的处理作条，也做泡麦嘞。每到挑战期限，杨立坤当地创作一百种烤麦技法，将其一生人好多功夫用百变平方方式表现出来。你也有一个教育的作用。我本当当然看到，我感觉哦，原来主编唔系按简单的东西。台湾做嘅按多嘅资源去用，啊，冇好好去发展你安尼技术，咪有得会可惜。杨立坤前五十种烤麦的技法，创作进退一格，越背后越困难。加上几廿年才上出一种，也创作八十一种，其实讲可能都提九十种都无才挑的。每到记录保存烤麦的技艺，就要慢慢创作下去。下个新闻，范秀妮、钟永修、美丽报道。